Welcome to Valerie Toys. Hello, 我哋今日玩贴纸簿，一本系 Frozen Two， 一本系 Sofia， 两个都换新贴纸。睇下 Frozen Two 先。里面有两张贴纸，贴纸系闪亮亮嘅，有埋 Elsa、Anna、Kristoff 嘅衫。打开本书，呢度我示范点样去着衫。里面系一个故事嚟嘅，有唔同嘅场景，跟住故事去拣佢哋着咩衫。到 Sofia 呢本啦。一样有两张贴纸，哇！啲公主衫好靓啊！呢个就系示范嘅，有埋佢家姐 Amber 嘅。第一页系参加婚礼，婚礼着咩衫啊？叠咗 Sofia 先。睇下条裙几靓，有束花，有个头纱。和蝴蝶结，到 Amber 啦 ，Amber 着一条浅绿色嘅裙，全部鞋都衬翻套噶。有手袋、皇冠，扇，第二页啦，有四幅画嘅，第一幅系 Sofia 采花，好得意嘅鞋仔啊！再戴帽，花篮，同水桶。呢度系下午茶嘅时间，下午茶就着咗呢条裙。到配件啦，有皇冠同埋杯、茶壶、这个是上魔法课要扮 witch。魔法书，再顶帽，四个是 Amber 的，这个是讲 Amber 在公园画画，而是舞会，
先貼 Amber， 因為 Amber 條裙好靚啊。仲有手套，Sofia 著翻平時嗰條紫色裙，仲有嘅紫色手袋，依然系坐马车出门，呢套好特别啊，因为短毛好靓。有禮物同埋野餐盒，依一科係騎馬比賽，咁都著騎馬衫啦。仲有帽，系 Halloween party， 依个系同学，好似扮紧甲虫。仲有面具添啊！跟住 Amber 扮孔雀，再头饰面具同埋帽，Sofia 扮 Valerie。有对翼噶，魔法棒、手袋、花冠、颈链。跟住系睡衣派对，Sofia 睡衣 ，Amy 嘅睡衣，依然去到图书馆啦，着依件黄色嘅，戴埋顶帽，仲可以练系两姊妹影相。Sofia 都系着翻平时嗰条紫色裙 ，Amber 都系着翻佢平时嗰条黄色裙。
The Frozen 2 啦，第一页系讲佢喺冰雪世界。我哋拣翻 Frozen 1，Let It Go 嗰条裙。第二页系 Anna 揾 Elsa 嗰时，就走咗去依间小铺。呢页讲 Anna 同埋 Kristoff 一齐去揾 Elsa 嘅。呢次做咗 Anna 嘅头嘅贴纸，Kristoff 都有衫换噶，跟住贴纸好难见到男仔嘅衫噶。呢页系佢哋去咗地精宫嘅时候，所以佢着翻绿色嘅袍，仲有埋顶帽添。呢页到 Frozen 2 啦，哇 ！Frozen 2 嗰啲衫好靓啊！呢页系佢喺街唱歌嗰时。而家到佢哋临瞓前嗰一幕啦，佢哋肯定猜谜语，所以拣着睡衣嘅。依日系 Elsa 有心事嗰时，
所以貼翻我媽咪個斗篷俾佢。到佢三個去森林啦。Listen to Anna 嘅另外嘅山。这是 Elsa 的新衣服，连 Kristoff 都有的。你为 Elsa 跳过大海，佢着依件嘅。呢件系 Anna 玩具食之力。终于搞晒全部啲事情，去到呢一幕啦！一齐健身系最靓嘅。跟住 Anna 就会变成 Queen Anna， 所以就会翻 Queen 嘅裙。Kristoff 都要着靓靓，拜拜。